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nny40 天门岁的吴雨霏，这是我的过年回家的实况，虽然拖了很久，这是回家的第一天，哇，我第一次用这种录音，好神奇啊！对，然后第一次，哦，不是，什么鬼？然后回家，然后我第一天就很无聊嘛，我就把我家的附近这些地方我都逛了一个遍，这是我小学附近。然后我们小学就经常来这玩儿，对，这是我的小学，哈哈。当然，他以前不是长这个样子。这是我的中学，哇，好快，我也跟不上我的画面。对，这是我中学。哎，这就回家第三天了，好神奇啊！我的编辑真的是，这是我爸我妈非要带我来看中医，然后中医说我睡太迟，哎，睡太迟了，怎么那么快呢？然后这是我的兴趣，然后我一到家我就在找哪里有卖这些胶带的地方，因为毕竟回家了就想花钱，对。然后我找到了一家卖这个胶带还有贴纸的店，我就超级开心的。哇，这就回家第四天了，好快。然后就是临近过年嘛，然后街上也很有这种气氛，这就是我的小家乡，我们山村里，不是吧？然后这是我们那时候比较繁华的一条老街，就有很多卖这些七七八八的，因为过年嘛，然后会搭这种红色的这种帐篷，就是卖一些就是过年的这些东西，审查，好神奇，就是在别的地方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，没想到在家里有，对，金鱼。我每次过年都会买一条金鱼，虽然它都养不久，它就挂了。蝴蝶兰，我认得，它叫蝴蝶兰，应该是吧？这是回家第六天，是不是天气超好？我们家那边就是啥也不是很发达，但是唯一就是树多、山多、空气好，看着一片绿，就感觉很清新的样子，对吧？然后这是跟我朋友出去玩儿，那叫什么？走在放学的路上，不是？前程似锦，等等，为什么画面的一开始就前程似锦了？不对，哇哦，大年三十了，我在说啥呢？被我消音掉了，嗨，然后。我，因为感觉在哎，家我的看不话，懂，就是过年的气氛。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我就下楼来走走，因为待在但家里是会这被边爸妈小骂，区那边全部都所以是我就下来灯玩笼，玩。然后还有就过年大那门，天，我因为化了一个非那常边精是致的妆，然后刘海也画很了个好精看，致的妆。就是脸圆了很多。哦呵，这是我家。哇，好傻一女的。然后跟我奶奶还有我妈包饺子，我每次包的饺子都包得很丑，为什么他们老一辈的包的饺子就包得很好看呢？奇奇怪怪。然后我包饺子就包得很丑，我们家一般都是包韭菜猪肉馅。吴老师教大家包饺子，就是那天早上一起来。然后还穿着我的睡衣的，教大家包的饺子，看是不是包好丑啊！我每次都会露一点馅出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妈就不会，我妈和我奶奶包的都很完美，他们包的就很好看，我包的就很容易露那个馅出来。吴亦菲，收收你的双下巴。看，我每次都要把这皮给撑大一点，不然它就老是会露出它的这个线。收进去，收进去。不过这比起我以前包的好多了，我以前包的更丑，现在包的好歹能认出来是个饺子。对，这就是那天晚上，然后很多亲戚都来我家吃饭了，有很多零食。我小时候对这个很感兴趣。哎呀，这是我弟弟，
我第一次见到偶像爆红。对，我那天随手拿了一个牛奶糖，没想到上面写偶像爆红，快吴亦菲快爆红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些菜，都是也不算是福建菜吧，反正就是我们那边会做的菜。就是大年初二啦，然后我跟我的姑姑还有我弟弟就出去逛逛，因为实在待在家里太无聊，但街上也没有什么人。就是今天天气也超级好，很热。这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湿地公园，其实是我第一次去了。就还有一些都没有建好。是不是风景还挺漂亮？哇，太阳真的好大呀。我又在说什么？我又把它消音了。肯定在说吴亦菲很好看，不对，是吧？天气很好，万里无云，不，还是有云的。然后这边很多树都才刚刚栽下去，就还没有种好。哎呦，我又在说什么呀？应该是太阳大的睁不开眼了吧。叽里咕噜叽里咕噜，这边有个叫什么，这叫毛尾巴草吗？狗尾巴草？什么毛尾巴草？狗尾巴草。然后这边有很多植物，虽然我都不认得。我上了这个桥才发现，就是这个风景是这边最好看的，看万里有云。但是天气还是真的很好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天哪！看看我们山清水秀的小村庄，对，它叫东山湿地公园。哦，这叫狗尾巴草。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经常会拔着它一路玩到家。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好热！嗯，我看出来了，好热。姐别抬头，有抬头纹。嗨妹妹，这是我的妹妹，她叫刘佳悦，她很可爱的。妹妹我叫什么？哎呦，我叫什么呀？哎呦，快点你说嘛。哎，这段我给她消音了吗？妹妹姐姐。你那你叫什么？我问她我是谁，她说我是菲菲姐姐。那我呢？哎呀，我的妹妹这发际线也有点堪忧啊，从小就双马尾不同，偶像正统发型，只是发际线有点堪忧。看我妹，我妹这悠闲的小猪佩奇，悠闲的步伐。佩奇，对啊，好羡慕他们小孩哦。我奶奶给我妹妹梳头。谁在梳头啊？从小就要梳这种双马尾，以防长大梳不了。叫什么呀？我叫佳悦。漂亮，你好不好看？宝贝，我妹妹超可爱的。哎呦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，就是带小孩一下子觉得很好玩，但是时间有点长就会有点烦的感觉。因为带小孩实在是太累了，还好我是个单，我啊不是单亲，还好我是个独生子女。他我奶奶，其实我奶奶看起来还是挺年轻的，也有可能是美颜相机的效果吧。但是我奶奶确实还是挺年轻的，我奶奶跟我长得好像哦。我奶奶问他回老家有没有想他。哦，不是，回老家就是他外婆更好还是奶奶更好？我猜大人都很喜欢问这个问题，爸爸好还是妈妈好？我妹妹是单眼皮，哎呦，这个发际线，天哪，好秃一女的。我妹妹可会说恭喜发财了，我妹妹从老家回来，
它的嘴超甜。哎呦呦呦，随我！我给我妹妹买的这个套装。有没有漂亮？我妹妹还果然还是个妹妹，还是个女的，就是很喜欢这种女生的饰品，好富贵哦！她好像泰国来的，好不好玩？我一定是个好姐姐，我又给她买这些，又给她。哇哦，对，这是回来了，这是要回广州的时候，天气都变得不好，还在下雨，一定是因为知道我要回广州。